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023年群雄逐鹿的一场半决赛，对战方式王者之师珍宝阁，对战方式天湾竞技紫禁城啊。吴宝林又来了。那观战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唐神灵的女儿国标，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盘丝武装，三伏体系配合化生寺加着一个咒师补陀。鸟阵也是小克龙阵5%啊，对面又是吴宝林，在这个咒师普陀已经削弱的时代又是吴宝林。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对面身上并没有任何一个颠倒五行啊，因为这次削弱的话主要是针对那个五行之花的效果啊，主要是针对颠倒五行，所以说可以看到对面是一个颠倒五行也没有，但是他依旧选择上了吴宝林。这波用巨剑点杀对面的咒师，那观战方女儿村这边是有一速的，大唐手里的巨剑也用掉了啊，地府手里也是有3.0元想延长，但是没有小死亡。当然对面咒师普陀并没有死啊，只是被打成了一个残血，所以观战方这边还有继续给他挂小死亡的机会。大唐用的巨剑并没有进入一个休息状态啊，对面换练习生摇一摇，观战方女儿村这边还是有倒地的风险的，贴一下保护，贴住了，还有一个藏神的护盾，抽化生寺的蓝药，主要是来针对化生寺，效力藏刀再给神木林。渡劫金身啊，最近发现虽然大改了，你看观战方果然啊继续小爽挂过去，最近发现啊真的是虽然咒师普陀被削了，但是在群雄逐鹿的比赛里依旧有大量的吴宝林存在。鱼岛遇上了东海崂山吴宝林，紫禁城遇上了生日快乐吴宝林啊，生日快乐也是吴宝林。今天珍宝阁跟紫禁城打，紫禁城又是吴宝林，就这吴宝林还是多呀，看来削咒师削的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套配啊。对面这是想逆境呢，来直接逆境成功，咒师可以拉起来，对面又多卡了一个五龙丹，但这个宝宝不配锁，那这样观战方这个节奏打不出去，地府这边只能吹一口空气了啊！这一波逆境把宝哥的心都打碎了，对面早早拉起咒师普陀，无痕扔过去，鸟头也抢不到一速很正常，因为你没地府嘛啊，哪怕开场对面有一速，观战方地府也可以把他的速度给他抓下来，只是说吴宝林没一速太正常不过了啊，鸟头也没一速正常啊，你没地府嘛。化生死继续活血，小爽观战方这边还得奋起直追，继续点杀1.0元的巨剑也得从天而降了，七只人能不能抽死啊？2200差，哎，出法连了，好像有机会。宝宝一跟对面咒师，小四海，哎，这还不一定能死。打倒练习生，哎呦，这没点死啊！观战方又是一把巨剑浪费了，突出一个切不进去啊，切不进去。本来有颠倒五行你更切不进去啊，有颠倒五行更切不进去，你比如说你那些法力厅怎么办啊，给你打个颠倒五行吸的不要不要的、啊、躲避加吸收，然后地府的小爽呢你也不一定挂得中啊，啊，最起码命中率会大大降低。女儿村虽然你能有一速，但是人家也是可以躲避封印的啊，所以说很难啊，有颠倒五行更切不进去、啊、如果没有颠倒五行的话，就没有颠倒五行也切不进去啊！对面再来控制一下神木林，毕竟对面三个风血，你想点杀最起码得做到大唐神木地府三个点能同时出手才行，对吧？得能做到这三个点同时出手，但是对面三个风血恰恰有这种能力让你不能同时出手。诅咒之伤，对战方禁疗加着紧箍咒，两个诅咒补伤害，还要反点观战方的大头，
那这样观澜方稍后啊，大同如果倒地，拉起大同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。相生相灭，咒师普陀全新的经脉大招，使用一次必定克制你的五行法术。不过呢，大同好像没事儿，但下个回合还是要被箍死。回了340，哎，回了340，大同没死，水清赶紧保一下啊！面如丝给回了340啊，那没死，主要是把静疗和紧箍咒解掉了，你拉起来它的成本就大大降低。对面再抽一下观澜方地府的蓝，让你挂不出小锁，砸钱没砸掉，宝宝也没跟，水攻21，舍身取义直接舍满啊！这一波观澜方真的是有惊无险啊，主要是媚眼如丝立了大功啊。其实五宝灵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咒师强不强、厉不厉害啊，这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，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标太厉害啊，主要是因为国标太厉害。你不用五宝灵，你针对不了国标这一套阵容的。本身大唐什么点杀能力就很强了，哎，今年四月份又来了个青石啊，青石呢，大唐和神木啊，在输出里边青石属于独一档子存在啊。这两个青石又特别离谱，又是进一步的加强了大唐和神木的点杀能力。然后现在不还有灵宝吗，天降神剑，大唐的巨剑，对吧，又进一步加强了大唐的进攻能力。就点杀能力太强了这玩意儿，所以想针对国标没办法，只能上那种特别特别耐扛的阵容，这五宝灵就出来。别进了，观澜方女儿村都没药了，你都不看一个药都进不了啊，观澜方女儿村药品已经毕业了啊，就不要再进女儿村的药了。那观澜方这边也要逆境，但是逆境失败，差一个封印啊，差一个封印，很难受，很尴尬哈。哎，这回逆境成功。哎，那刚才换了个啥呀？那是。哦，换了个沙粒片。哎，不对，我一会儿看一下观澜方解个封印啊，数错了吗？啊，一会儿我再看一看啊。那观澜方你已经成功了，那就是我数错了呗。战敌再加上沙粒劈去搞事情，地府小锁这边还要继续挂，挂中对面女儿村，横扫千军。还不错，应该是可以把女儿村带走的吧。又卡了个药，藏神大金又来了一个保护一贴，点不死，对面还有九番青莲呢。哎呦，这完全切不进去啊，神木林这边又被控，根本切不进去，麻烦啊，这切不进去啊，这太硬了，主要是他这个牵制能力控制能力太强，你总会有一些东西出不了手啊，那不是输出出不了手，他就是地府出不了手，你这你怎么点。就这一次群雄逐鹿的比赛看完以后，发现国标他还是第一阵容，这次大改并没有对阵容做出一个改变啊。以往每年十月大改，他们的阵容都会改变的，但是今年没有变，国标还是那个国标啊。那你这就是你想想，大唐神木单点能力这么强，地府又能延长啊啊，那肯定国标收益太高了。
那肯定不玩国标，玩什么？没得玩啊，那只能玩国标。哎，进掉了神木林一个小蓝，再加两个大金。无痕扔过去，舔过来。我是发现了，但凡国标还在啊，这五宝林它就不可能消失，这是，嗯。因为这毕竟他打 PK 是一个五 v 五啊，有对手的 PK 啊，那上什么阵容肯定是两方面的原因嘛，一方面是自己团队里有什么阵容啊，或者是什么阵容厉害，一方面就是对手上什么阵容啊，这是双向的啊，你单向的话，你光削弱一个宙斯，这只是一个单向选择，或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原因啊，治标不治本的原因。那根本原因不在于宙斯厉不厉害啊，感觉还是因为国标太厉害，这是，哎呦，这个好难呀，这。小四海，清风望月抱一下，战敌加起来。关键把女儿村，九个药全被禁干了啊！这女儿村这边是没法去偷酒金青的，所以关张峰这边肯定是缺回春、缺舞龙啊，一定的对面三峰体系，怎么可能不缺舞龙？现在蓝药也比较的缺了啊，你肯定还缺蓝，毕竟对面还有个打蓝盘丝呢，蓝也缺，古龙也缺，回春也缺，都缺。那这就没法打了呀，被对面活活给耗死了。你又没上武装冠，上武装主要是不是说那个蓝灯怎么样啊，蓝灯无所谓的啊，武装那个蓝灯面对打蓝盘丝那就四个字啊，啥也不是啊，主要是武装冠有血灯啊，那个血灯可以补到一个，他们现在都带治疗灵士嘛，血灯的话可以补到一个八九百的血，能抵消紧箍咒一半的伤害，那个效果就很好了，对面继续诅咒之伤补伤害啊，来针对关长风的鸟儿村，身上有一个大死亡换阳护，哎，不是阳护，不是阳护，当前回合的大死亡巨岩破直接给带走了啊，当前回合十回合的一个大死亡，那这样的话没得玩呀啊，没得玩，换地厅拼命来了，大唐尽疗，小死亡倒地，女儿村尽疗，小大唐尽疗紧箍咒倒地啊，女儿村尽疗紧箍咒大死亡倒地啊，光拉起这两个点你得吃七八个药啊，光拉起这两个点你就得吃七八个药，不然拉不起来。烟雨带走，舍身取义，化生死，没蓝嘛，活血活不动了，活血太费蓝了啊，只能是舍身了啊，舍身降抗性，但是也得舍，被逼的没办法。
关家荒这两个人这没法拉呀，这怎么拉呀？再换杨货，换魂咒，拉起大唐，招个再招一个杨货，然后大唐接着倒地啊，你这拉不起来。后龙转凤再针对化身似的蓝，你一口血你也别想活。关正方现在是解不掉禁疗和紧箍咒，那宝哥这边也是被紫禁城活活给折磨死了。 真的叫活活被折磨死了，毫无招架之力。完全这两个人你就没法拉起来，这三打五你怎么打也没法打。一把无魂再给上，再砸，再控制一下化身四，没法打。那从这场比赛看得出来，这吴宝林还是有市场的啊，那以后的比赛估计还
那也是恭喜紫禁城啊，进入了下个星期啊，也就下个星期星期六的一个总决赛啊。决赛的对手的话是钓鱼岛。剩下最后一个宝宝比赛结束了啊，也没什么意义。紫禁城啊，还是技高一筹啊。嗯，现在其实打 PK 他打的就是一个战术和阵容啊。